树好像明明树就在身边，为什么要种树？这当然是爸爸风灾之前的想法。因为我的家就在上面而已，我只要一出门，我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大母母山。我还记得有一年就是冬天特别冷，然后那一次村长广播，他说：“哎，大家赶快出门看，对面下雪了。”那我们出来看，哦，我第一次见到山上一片白白的。我那时候就是还去找人家借望远镜，要看到山上长什么样子，就觉得哦，我们的山这么的漂亮。结果爸爸风灾之后，当我再从家里面走出来，甚至我现在在骑车到可以看到山的地方，就是这边缺一块，那边缺一块，没有想过我们的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就觉得很难过，而且这个伤不知道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会恢复。我是很后面才知道，就是伊娜他们开早餐店是也是为了他们这个造林的计划。我就当成是，哎，我们又多了一个西式早餐店，而且很好吃，还不错。对，但是我很挺早以前就知道他们有在做种树这个计划，因为我记得是2018年那个时候，我们疫情还没起来嘛，教会有那个基督教的那个什么共同生活营，然后我有参加。那时候他有带着一些青壮年一起去山上，就是分组，然后有去种树，然后就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们来这边种树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很感动，知道我们部落还有人就是为了我们土地继续这样子可以绿意盎然的生长下去在努力，心中真的是很多的感动。所以我以后应该要多多来吃早餐。那有的人就说：“哎，你种树，你都骗人，那你吃什么？”确实，我们是有一餐没一餐，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在这里出生的，是在部落有大概也有15、16年了，在部落啊，但我们过去哈没有这条马路，所以没有汽车，比较接近大自然的，因为没有什么电器的那个设备啊，比如说现在的手机或什么，所以我们跟大自然的机会非常大，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对我们的大自然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干扰，没有经过那一段哦，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很像是你为什么去爱那个女孩子，你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嘛，就是因为那个思想的问题，不是说我父亲本来就在种树，但是我父亲他们是跟我祖父他们跟祖父传承下来的一个东西，一个思想啊，是因为这样思想的问题啦。过去这个我们看这棵是树啊，这棵是树，但是后面它有一个变迁，就是说后面的人看这棵树是钱，
这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反省一下我们台湾啦、啊，台湾没有资源啦、啊，所以把树木当资源。从日本就开始高海拔就开始伐木伐木伐木，然后中华民国来了以后，也是承袭日本的那个一套去伐木伐木。但是他们讲话是目的是为了国家繁荣啊，当年是这样讲，我为了国家，那国家要卖什么，对不对？为了促进产业啊，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低海拔800以上，牛樟榉木是还有黄连木，还有这个白榉木，他们是做材料的，枫香，还有青冈栎，还有什么？他们是拿来做香菇的那个种香菇的那种原料，所以他们都有分，所以。这边都符合啊，都符合，所以，等于就是说，它变成一个主力啦，这边啊，大概伐了600公顷吧，是这样。啊，当年哦，老人家不习惯那个样子，啊，他们就去抗争了，只是很遗憾呐，但因为是伐木商跟公部门合作，公部门负责通过，就是。给那个伐木证明啊，他们就说，他们当然就说我们是合法的。那刚好被砍伐的中低海拔的那个阔叶林，那时候都是野生动物最大宗的食物，像青冈栎，青冈就是大到黑熊吃，小到那个山羊啊、山羌啊、果子狸，这个都吃啊，包括到昆虫什么也都会吃啊。那是最大宗。爸爸以后证明的非常多，因为你可以看啊，这个还现在还好呢，以前都是白白的，都是土石流啊，对面上全部都土石流、啊、然后呢，那个当年的伐木商去哪里了？有回头看一下我们的山吗？当年的承办人去哪里？有回头看一下我们的山吗？对，我这个也是我一个百思不解。真的是经济有发展到哪里？产生的结果，谁要负责？因为我们原住民的观念是原型的啦，以土地为主，有土地才有。水，还有森林，啊，有森林才有野生动物，啊，野生动物才有人，我们是这样一个圆圈的思想。它不是，我们不是上条，我们是圆形，所以是大家互相依靠的，一个都不能少。当然，你种树一定是保护土地、涵养水，那是很基本的。对。可是最主要我们在讲的，除了这两个以外，是恢复野生动物的栖息。都是中，你一个环节不对，这个土地就生病，这个生态就没办法接起来。对，接不起来，你再做什么都没有用。我们现在在做的是，把过去我们人为破坏的栖息地，把它找回来，也把它种回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种树，它现在也是我们的灾难。哪一个？等一下，马拉巴里。对，马拉巴里。马拉巴里。啊，现在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区域哈、啊，就是过去没有树嘛。过去没有树，而、啊、我们这个都从上那个山谷到山顶都被伐木过了。好了。我们里面一个资深社员，他也都有在关注一些这些议题啊，啊他就抛给我们说有这样一个种树的人，啊我们就想说跟他联络看看，啊反正我们平常也都在山里面走嘛，就跟他联系上，啊安排一次来这边，就是看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啊。啊其实我们上来大概都是除草。对对对，像我们目前造林的部分大概是30家了，富裕大概有70，大概总共100了。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海拔500，但是这个生态系的话，大概1000公尺到以下到300，大部分都差不多大概就是一样的那些树种，大概就是这些青冈栎啊。还有榉木啊，还有九琼啊这些啊，还有枫香，啊1000到300以上，大概就是这样。在比较低海拔的地方啊，也山株是什么地方都串啊，山株啊，啊那个这里大概山羌啦、啊，像飞鼠啦、啊，还有这些黄鼠狼啊这些啦。然后那个鸟类大概我们台湾有的鸟大概都有啦。我叫你叫同一座防水要连杆拔起吗？啊，你在收？因为之前雾台这边嘉木这边其实也有那个88风灾，其实也蛮大的影响嘛。那主要还是在这边帮他们做一些，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上次他们来之后，体验的还不错，因为宋大哥他讲了这边蛮多那个种树的故事嘛。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回来其实可以推广给我们自己的登山社社员。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算是先来这边先探路，主要还是宋大哥有提到说希望。可以紧急，好像需要除草的需求，我们就马上号召一些社员。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登山社出来爬山啊，所以就是比较喜欢亲近山林，然后知道说啊，他们一直有在做种树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说这活动很有意义，然后看能不能尽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那种树它有很多的专业嘛，就是什么时候育苗，什么时候。就是浇水啊，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忙除草啊，就比较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想说来参与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对植物没有说非常的专业啊，我们里面也是有比较懂植物的啊，那所以我们在拔草的时候就会问一下，说这棵可以割吗？这棵可以，这个要不要留？或者这是什么树？这样子，就是一边拔草的时候也是一边认识说，哦，什么树是。不是台湾原生种的啊，什么树是台湾原生种这样子。非常感谢这个台南社大的来哦，你看这个路都清干净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要做大概10天以上啦。因为这是我们应该作为人的基本责任，进入我们的山林，为我们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比较有那个感觉，树。他就像一个孩子，你一定要陪伴他。你只要不陪伴他，尤其是在山区，明天那个藤蔓就把他压死了。为什么？所以你每天都要陪伴他。今天在这一区，明天到那一区，就是一直这样循环。大概我10年大概才有一片森林了。非常是，当然是希望有下一代参与。他们是，但是有一个盲点，为了生活，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经济上，原住民有的人也会跟我讲说，
啊，为什么不联合所有的部落？啊，问题是我就只能回答他们，我养不起他们，因为理想归理想啊，只是生活一掺上来，你根本动不了，动不了。所以我才非常感谢说，这个应该是我的恩典啦，要不然我怎么可以做？啊，其他的不能做，不是谁伟大谁不伟大，就是上帝赐给你这个工作。过去哈，为什么可以做那个100哈？是因为父母还有跟我一起做啦。但是现在父母大概也是老了啦，是老了，所以都没这个身体没有办法跟着我了啦，所以人力上还有资源上，大概我们只能说是做规划了，啊，至于能不能做到，那个是再看机会。三年，大家。